都是很有争议的问题。嗯，就像夏威夷披萨该不该放凤梨一样，大部分都会放，不是吗？对 啊，所以有人不喜欢啊，说水果干嘛拿来煮？可是你不煮水果的话，你哪来的水果酱？有草莓酱那些酱都是要煮过的。那你就苹果派，你也不能煮苹果咯。对啊。哇哇，你说我没有苹果派吃了？可以了，我这里。好。一二三，哎，我还少一个。如果这样晕车的话，就要叫 SDSD 他们过来。嗯。等我有空，等你来淡水、啊。那杰瑞要来不是吗？我来了。四个人啊，可是有时候会有五台车哎、欸。哦。看 DSD 有没有来咯 ，DSD 呼叫 DSD， 有没有我们的好友要进来帮忙抢？不抢啦、啊，送送车送货。嗯，能吃就行，香菜不能吃啊！香菜是什么鬼东西？不行，我也不能吃香菜，你不会想看我吐的？有这么夸张啊？我不就，欸除非味道很重，我可以把它盖过直接吃掉，像大肠面线那一种。嗯哼。可是就是他有一次是香菜加太过量了，我就真的没办法都捞掉。我、oh. 不然我那时候大肠面就直接咬都不咬直接吞下去。你就直接把香菜给吞下去，我就不想不想碰到那个味道。没错。不喜欢，我无法接受。雅思还要载很久，这个游戏要载两三个小时跑不掉啦。也有人，有人载了八个多小时，大作啊，没办法、啊，真的。嗯，几年的游戏了，还是大作啊。这个，而且还是显卡的那个哎、欸，测试员哎、欸。嗯，他是显卡测试之一啊。显卡够不够力，就看这款游戏啊。我战斗机它上面的那个玻璃的防护罩被打爆了、欸，我。你这样风灌进去会死人吧？你会空中解体吧？我没有那个保护的那个防风的那个镜片呢、欸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我人没事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在空中被解体啊！杰瑞飞啊啊！我知道感谢礼物，我知道有时候香菜是因为基因影响啊。其实正常人的话是不喜欢香菜，因为基因我们的基因里面是排斥香菜的。是哦，嗯，就像喜欢吃辣的人啊，都是 M 啊，因为辣是不想吃 辣是痛觉是、啊，辣是痛觉，所以喜欢吃辣的人都是 M。啊，我觉得辣很爽哎、欸，你就 M 啊，所以人就是 M 啊，M 啊，有错吗？是啊，这个嗯，又证实了啊，回、欸、来了，好，我要一下，好，所以我们先去哪边啦、啊？我的地堡，好，你的地堡，我先要一下。走咯，邀请。没朋友玩不起大作。也散。不有啦。你怎么没翻？比较这大台比较难啊。有人载了一整天还没载好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哎、欸。好办了，好了，都邀了。我加了。会不会给我进来哦？哇，他直接站出来啊！你给我进来哦！你看人家很沮丧。别靠、哦，喂喂，阿伯，他很害怕哎、欸，不要再玩喽，阿伯，都来了吗？我翻下来了，掉下去了。他现在会上车吗？哎、欸，不会耶。被撞了！谢礼物。哎、欸，我被拖行好远哦！我的妈呀！好了，邀你们了。我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门口了，快飞到了。早都要喽！快飞到了，让我等一下，再等我一下。到了，我到了。巨难货。1,500,000。啊！抱歉。抱歉，我的记忆卡到一台货车的驾驶。好了，三台车，三台车，又下一是大脚吗？好友，不是，是哎、欸，不是大脚，是直接把货送到定点就好了。
这个算简单的。九六，分钱喽。所以一个人背着70万。哎，这个要人上来帮忙打哎。不用啊，不用不用，这个不用。不用吗？哎，这是直接送到点就好了。管他上面那个炮还是干嘛？做双的。好。等下就开始有美丽威慑了吗？有啦，有追兵，是有追兵啦，不过不影响。嗯。点爱心点到礼物。哦，好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你的礼物我收到了。应该打开哈，记得 no no life。等一下，有谁要换车？哎哎哎，白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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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什么？啊，飞机坠了！你要问那个路人啊？干什么？我看到了。你干什么？我的飞机没有动力、啊。我不想拿你70几万乱来啊！安心，我来帮你开车。在哪里？我在前面的路口，路我在前面的路口。哦、看到转角处是不是？好好好好好，我快到了。我帮你开车了。我是第二台车。我开错地方了。我是第二台车，我是第二台车。好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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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靠，我到底要开哪边啊？是导航。但是要我上来下。上上下下。等我一下啊、哦。好好好。不要让我，你不要让我头撞到。好，走。我上来了。哦，好通风，好凉。你可以在上面滑手机，很凉。我要滑 no no life， 等我一下，我要去看一下。感谢礼物，就可惜不能说边看其他人台边玩啊。嗯，那怎么点到那几个台啊？抽完，再来看他练哪一只。好，还再来一个把它抽完啊。在干嘛？感谢礼物。都不是刚刚中奖的吗？很多很多观众都是这样，刚中奖就把它送回来。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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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缴纳国库。哦，阿纪只有保底一抽，可惜。他抽到什么、啊？还没有，还不知道。过头。就是九加一嘛，十加一啦，九加一。哦。包包包哦，你们送的点都不一样哦。嗯，哇哦，玩这个游戏喜欢被警察抓吗？当然不喜欢啊。嗯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很稳，我很稳。哇，抽到垃圾，文字一出，哎，文字一出就到了，嘿，自由，哎呦，自由，六万三，看一下，繁星夜总会要送吗？要啊要啊要啊，好，哎，他有皇家戴饰啊，那是送的吧？他好啊。账号送的吧，那、我跟他讲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、哦，我去下台打个字哦。好。好了，我到你的夜总会门口了，我准备帮你送货。好，太快了吧。这一间吧，就粉红色的。我的旁边有那个什么粉红色的、啊，我的旁边有飞碟。你旁边有飞碟？有看到了。哎、欸，那你接近的会有嗡嗡嗡嗡哦。会。哎呦哎、欸，真的有飞碟的声音哎、欸。对啊。做作业做到怀疑人生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哦，表示你还活着，刚才准备降落。我在听飞碟的声音。嗡嗡嗡嗡嗡嗡嗡。车子出来，我来送货了。
等你车子出来。好。那但愿是那个，那但愿不要是吊死神机。嗯，你们的车子会在停车场这里面还是在路上啊？停车场下面那一格。停车场下面那一格。对。下面的停车场啊。楼梯下去。哦。贩卖商品。好了，车子还没出来。嗯，出来了。哦，外面，在外面，大台的，哇，好大台啊！哎，怎么是在这里啊？是因为有人吧？不知道，这个是谁啊？怎么没 ID？ 这个是杰瑞啊？怎么会没 ID？ 哦，有了哎！你要上车吗？我没得上啦，有两个人啊，你们上啊，你们上啊。哦，好。很难上哦，干嘛？你这上去啊！后面啊！哎呀，走开！后面走开！干嘛？上不去了？这样可以啦！哎，老大，先把点取消掉，我看不到。我没有点点啊！我看有哎，我看没有哎。我上车之后有哎，上车我看到。哎呦，他好像标在他自己标的吧？不知道哎。其实我觉得这台车前面装那个啊，它连那个小的高斯牌都装不掉。它只是，不是我跟你讲，那不是装的，那可是你装防弹，它自己送的。对啊，它是装的那个东西啊。我的车也是啊，它用那个之后，它连小的高斯牌都装。我要听飞碟的声音、喔。对，它是。这太低吗？这限高，这限高太低。啊、不要没事没事没事，它的上面容易勾到树枝哦。你上面那个炮台有点危险。现在炮台是送的哦，装的。炮台要买，炮台要买。我这个是买飞机枪还飞弹吧？啊，飞弹。可是觉得没什么用，因为没有什么 NPC 可以让我炸。嗯。哦。真的，我觉得你那炮台要拆掉。像。那炮台好可怕啊！很贵耶，还拆掉。那炮台在某些桥下都差一点点磨到。哇！没有。但这个声音是他们在运货的声音。嗯嗯。自带 BGM。怎么停送在这种小地方啊？小地方就算了，它有一个是要在一个铁网里面，那个铁网你又不太好卡进去，然后太长就不太好卡。嗯哼，哎、欸，投放点在我这边，那刚刚怎么不先来这边？它一个点一个点显示的。对啊，不是。嗯、对啊。哇塞！那就是让我们来回跑啊。我还在夜总会旁边呢、欸，投放点在这哎、欸。就是让我们来回跑啊。早知道先拿一批货在那边等着、啊。哦，原来夜总会在第五章的银行旁边哦。撞到红绿灯还好啊，它可以飞很高啊，暴君二好用。你买了、哦？没有了，我现在骑云月的，说会买吧。一定要买啊！其他东西都剩的差不多啦、啊。哎呦！卡住了，欸、不行，完了，不行，哎、欸，糟了，完了，你的炮塔，我去开车，你的炮塔卡在桥下了，我看一下、哦，完了，马古也不行吗？马古已经整个卡进去了，他怎么了？我撞你车头，好，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可以弹一下你吗？弹看啊，你弹看。不行，你要弹车头吧？哎、欸，有，出来了！有，干这限高也太机车了吧？你要走哪里啊？这里过不去。往老路，老路，往左边走吧，多转。笑死！整个卡进去耶！天哪、啊！他整个炮台卡到桥底下去。该拆了。嗯，花钱把它拆掉。
真的，那个东西没有用啊。嗯，用不太到，还会卡到桥。我那天就是撞到树枝，结果前面敲孤轮。哇！我副驾驶的门坏了、啊，没办法关起来啊。左右晃还是一样关不起来。这边考验技术喽。看你要直过去还是倒车进去咯。哦，我知道这里，就第五章啊。我知道这里，直直进来吧。等一下，这主要是在那条小巷吧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你这边可以吗？哦，可以，他可以倒车。后面有车，快！哎、欸，你要改？他挡住，我来处理。他挡住我了。等一下，好，我下车，我先去帮你看。把那台车开走。等一下，这下降好慢哦。你怎么这样啊，小鸡鸡？在干嘛、啊？什么东西？你弹到自己啊？要乱弹，乱弹，然后弹到自己。好，鱼，你跟我好吗？我车下有人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好残忍。好，往后。等一下，我需要一个冲力。收到一部分。哦。等一下，他会影响我的前进。等一下，你先往前。车下那个人啊！哦、要玩尸体，那把到底叫什么枪啊？等一下，就。好了。他叫原子保守枪，在哪买啊？手机。往后，前面有人，快进来了。没关系，我啊，前面这台车走开了啊！我被打了，救命！等一下，我要转出去的路被挡住了。等一下。好了，我可以转出去了。我撞你们！走了，我走了。好。礼拜四要交作业，继续奋斗，加油！怎么有火箭筒在炸我？哦，我觉得我刚刚不小心炸歪了。还是不是低能？是。写作业的加油啊！老板旁边新枪那边，好，等下你看看。哟，哪有？哎、欸，等下换我运货的话，你试试看。再给我乱炸、啊！喂，我有看好炸按右键哦。喂，刚刚车在旁边，你炸到他哎、欸！好，完蛋了！我等一下让你开开心心。快到了！寻宝活动解完黄金左轮，用那把爆头50%，我知道啊，可是才25万，你看我们现在好要保护喽。要保护他们，我怎么有不好的感觉啊？昨天我们是不是杀了不该杀的人啊？你要问刚之前有乱杀，怕了，不用怕了。都在这边，我看后面了。我站在门口这边，拿了火神，示威。我的火神在转圈圈了，他在漏机了。没有，看不到画面。好，走吧，走喽，离开此区。66。哎，你那还没有前轮的轮胎，你知道吗？杰瑞，我知道，没事。你好，黄金左轮不错，是啦。昨天看他们两个那边举枪那个画面，真是很好笑。在后座两个不知道是偷偷摸摸这样指着人，手还缩回来这样子，对啊，就整个瞄在你的头前面。好了，换人，下一位，3450，换谁？刀仙还是我？换谁？都行。我的还没满啊！我去一下我的地堡。嗯，
你要去，啊、你要第八夜总会。有些夜总会。好，那夜总会要好了。